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听说有人买下了胡家的宅子，一时好奇进来看看，没想到这个人是你。周颖，你好奇心很重啊。是啊，我就是改不了。可是有时候，好奇心会害死人。 可我还是活得好好的。是啊，也就是此刻罢了。你说的对，人迟早都有一死，但至少我堂堂正正活过一次，不像你，活得像一条狗。 你不就是挣了几个臭钱吗？就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没错，我的确是挣了很多很多钱，而且每一文都清清白白，一点都不丑。可你就惨了，你辛苦了大半辈子，干尽伤天害理之事，你又得到了什么？ 可是人呐，不只为了挣钱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乐趣。你的乐趣就是玩弄人于股掌之中吧？哎，这也是其中一种。杜老板，你以为你在玩弄别人，但其实你才是被玩弄的那一个。 你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吗？你有家吗？你能决定自己的未来吗？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只有王爷。<笑>你这个贱女人！<笑>哎，我这个贱女人。 至少可以想笑就笑，想哭就哭，想爱就爱，想恨就恨。那你呢？你心里有喜欢的人却不敢表露，你只敢在他死后买下他的宅子，守着他的衣服。你喜欢胡永明是不是？你瞒不了我。 可是你把他给逼死了。你喜欢他，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？既然你喜欢他，为什么看着他走上绝路却不拉他？你闭嘴！谁说我不想和他在一起？谁说我不想挖他？我想。 我连做梦都……如果我不是我，我一定毫不犹豫的为他做任何事情。可是我不能。你以为我这一路很容易？你以为我是轻轻松松的走到今天的？
你错了，你根本就想不到，我为了活到今天，我都付出了什么。所以，我绝对不能失去今天，绝对不能。恭喜你，杜老板。踏着无数人的鲜血和人命，终于活到了今天。但我不得不告诉你，你付出了这么多得到的今天，恐怕也要马上失去了。你少吓唬我！我马上就跟王爷汇报，只要王爷动动手指头，你和你的金阳布厂就是死路一条。杜老板，前些日子买下你所有库存的新疆客商，是我找人假扮。你说什么？然后我加了点价，已经全部卖出去了。如果王爷知道你把本来价值25万两银子的货折价14万两银子卖给我，又让我14万两银子卖出去了，你觉得王爷会怎么看你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赵白石正在安排我和王爷见面，我打算和王爷合作，就像和沈家那样。不可能。王爷喜欢钱，而我最擅长的就是赚钱。你觉得王爷会拒绝我吗？不过我倒是有点犹豫，因为和王爷合作有利也有弊。当然，如果王爷愿意答应我一个要求，我将毫不犹豫。什么要求？交出杀我丈夫吴聘的凶手。杜老板，我记得吴聘生前最后一顿饭是和你在一起吃的，你可有什么线索？我不记得了。但王爷一定记得。吴聘不是有眉误杀的吗？凶手是另外一个人。我这辈子有很多心愿，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吴聘报仇，我一定会做到。王爷不会答应你的要求。如果我愿意将金阳布厂献给王爷呢？金阳布厂年利可超过200万两银子。哎，杜老板，你觉得在王爷心中你值多少钱？我对王爷忠心耿耿，岂能用金银来衡量？你再忠心也不过是一条狗，狗并不值钱。如果这条狗吃里扒外，贪污沈家红利，收受广东廖老板回扣，还把王爷的机器织布局给搞砸了，那只有死路一条。我杀了你！杜老板，你已经无路可走了。